小号卖泡海带，我可以后厨哦。啊，你会使来，我就袂使来哦。哦，讨厌啦，还看好多看唔到人啊！我就是讲吼，伊个样来变遐粗，吼我手拢油汤汤。要修哦！啊，我得穿出来放底，吼你这垃圾手崩掉，我都无咧讲啊！你搁咧讲啥？我唔才食亏啊！苏拉姑娘。小饼，咱请教一下，你怎啊一日搬做里出来？我们来看无？关什么代志啊？扫你裤脚啦！苏拉姑娘，这扫帚嫌我啦，你安尼给我摕来，我无多做工会。不要紧啦，你今仔坐咧就好啊，你坐咧休困啦。苏拉姑娘，休困就好啊啦，啊无我也唔甘呢。苏拉姑娘。我即马当咧做工课呢，袂要紧啦，啊我来做就好啊。袂用，不在其位，不妙其事哦。你安怎讲嘛是一个队长，种粗重的代志，我来做就会用啊。袂要紧啦，啊你坐咧就好啊啦，啊我今仔日就常常是要扫裤脚啊。有这种代志？小饼，这是创啥？啊你不是讲你今仔常常是要扫涂骹？规气，这个也让你扫得较有咧。你古忙古歹来做面盲啦！啊，你想要无我是要甲你讲，你只口口扫清气，若无扫清气，你赔白花安尼啦，紧扫啦。哦，你烟头甲无烟头差哈济，好啦，我无烟头啦，我今个某某扫涂骹。苏拉姑娘，我的身上敢有啥物物件，你安尼一直看。有啊，当然嘛有。好，小妹啊，以前佫有啥物物件？啊，都要叫人安怎讲啦？哎呦，我搞唔着呢，你无讲清楚，我哪知影啥物物件？就是有予我欢喜的物件。哦，予你欢喜的物件，我才有无啊？你哦。你嘛有啦，啊，不过吼，我无兴趣啦，紧扫涂骹啦。遗憾。你敢有想要知影，你是啥物物件，让我欢喜？我无想要知，甲你想要讲的代志，你放伫心内就好啊。袂使啦，我一定爱讲啊。哎，啊，无你是怎想的哦？反正你敢要讲啊，就讲问。啊，你看恁讲啥物代志，恁讲讲的啦。点点啦。啊，就是，你身躯顶有一个长长的，长长，长长啊，啊，这个唔知有够长，啊，无到底啥物件长长？啊，就，你迄长长的目眉，大大的目睭，烟头的鼻啊。有福气的耳啊，美人的眼神，哦，还有足用的汗臭啦，还有哦，你要继续听我讲了无？还有迄个，别，我无想要听，多谢你的关爱，我无想要听。哎，小饼，你嘛是够大细心啊嘞，你拄仔讲的遐条件哦，我拢有呢，啊，哎，是讲哦，哎，啊你嘛哦，要讲就讲较紧嘞，啊，敢讲啥物长长的，害我哦，搁想去别位去。爱想倒去啊！我咧想着迄长长的脚毛、手毛、脚毛，啊个耳毛，吓死！我阁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讲呢。啥物代志？啊，就是今仔下暗月圆啊，啊，咱两个人做伙去看月娘，好无？看袂明啊！好啊！真的啊！真实的，咱要哪样啊？啊，咱的演主席要伫军营的小山坡遐等。哦，军营的小山坡。好。就好诶，就好诶。小饼。啊，恁即摆哦，啊，花已经拢约好啊，吼，啊，请问一下，你当时要开始扫涂骹？
对吼。哎呀，啊你今天坐咧休困啦，进去啦。唔免啦，苏拉姑娘。你坐了我陪你讲。你若是听着我的，唔敢嘛，紧坐哦，我来扫就好啦。这真正是吼，人在看命在吼。啊，你来坐了，进去扫涂骹啦。好好好。啊！好，阿头哥，我帮替你扫好啦。苏拉姑娘，以后这种吼粗重的摊柜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歹势给你麻烦，我来就好。以后拜。哎呦，咱家己人啊，搁底下讲啥物歹势？哎，是讲家己人啊！啊，既然咯，啊，你要约会，代志已经决定啊吼，那你要先等去准备一下无？啊，若无吼，你伫遮哦，哎，阮两个都袂自在呢。啊，甲你也无关系啊，你是咧袂自在啥？敢讲你咧食我的醋？食醋？鬼！我食素，哎，而且你种醋伤油，我食袂惯势。你是后袂讲啥？哎呦！阿姐，你要好好保管哦。哦。因为这是咱两个人的定情信物。啊，我先来走啊哦。你还记得咱两个人的约会哦？小饼，你做你放心吼，迄个啥酒吼，无人吼会来去抢啦吼，你做你放心，走啦。哦，真不简单，总算是走啊啦。哎，老哥叔啊，你实在吼是言和不浅的哦。迄连这种小饼哦，这大饼的哦，你得要去改看月娘哦。你真正有够勇敢。没错，你别甲小看，我老爸阮千金霸占，我捌赌过上钱，我迄个福气，你莫甲笑啊。就算讲哦，你无迄个福气哦，你啊，同款是爱去啦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家己看。搁咧创啥？搁唔去扫涂骹？好。哎，无啦无啦，唔是讲你啦，是讲你啦，去扫。哎，摕扫帚创啥？我扫就好。唔免啦，我来就好。对啦，恁哦来了上班啊啦。为什么啊？阿杜，阿杜，阮家己已经扫好啊啦。哎，是啊是啊。哈，恁已经扫好啊哦。哎呦，安尼你一定足辛苦的吼。来来来，我来甲你抓铃啊吼，我想要抓铃啊。哎呀，唔免啦，我袂忝，我袂忝。你袂忝，那可能袂忝啦。哎呦，来啦来啦，来坐啦坐啦，来，这样围来，这样坐坐。哎呦，我甲你抓，我来甲你抓脚啦。哎，哦，好像是拢袂忝嘞，而且安尼，互将军看到，我承担袂起。哎，你都不爱互我抓铃，唔爱互阮淡薄补偿啊？啥？还佫有这种代志哦？唔爱互因抓铃，啊，都佫互因补偿。哦。这土里头的族人，那会怪怪。哎，啊那无，你答应跟我两个约会啊？哎，啊那无，阮两个伤无面子啊，好歹阮嘛是参众呢。约会？是啊。哎。好，啊，够大
答应。金牙主席伫官衙后面的小山坡，咱俩见面。小山坡，伊真是答应啊！我自细汉到大汉哦，从来唔捌交你这缘投的查某人出去约会过。今仔哦，哎，小山真是嘞。看来，阁有两个送未提。你先坐下。恁阁会去阮这将军哦？我要去外口巡巡呢，大家嘻嘻哈哈，现在要铁佗，还阁恁两个啦，是变好袂哈？我上讨厌一款人，唔知影伫啥物时阵做啥物款的工作。走啦，将军，来，阮先告退啊。哼。将军，真实的，拄啊。做涂骹真辛苦吼。你看啦，你这个手安尼白泡泡，哪会当互你举扫帚？来，举咧。又搁我。起来。真辛苦吼，来坐咧啦。去坐咧啦，不要紧。我的大位互你坐。我袂行，袂去。坐咧。乖。嘿，奇怪啊！啊，今日哪里一个接一个啊？哎，敢有外口排队用排到阴天啊？将军，我安尼袂忝啊，我，你安尼我真承担袂起。哎呦，迄有啥物要紧哈？今年哦，伊唔知影要秀才，亲像你这样缘投的美男子，哪会当互你做迄款苦工？不要紧啦，你若是后悔吼，你当来找我，我给你保证，你一定会当大刚穿好、吃好、做大爷。多谢将军大爱，草民免看过来。亲像你这么缘投的查甫人，叫轻易轻松，不要紧。我一定会给你抢过来。哎，将军，今日是月圆之日，唔知你对相家是不是有？有兴趣。啊。将军，你话未讲完，你头前顶下要来去啊呢？无你的代志。将军果然是性情中人，今夜主席。主席，伫倒位？伫军营后面的小山坡，咱遐见面。了解。其实我知影，你想要约我出来已经想真久了，对无？哎呦，你若无按较早讲的啊，你实在是吼。草民含慢，请将军见谅。不要紧啦。以后吼，我一定会慢慢啊，甲你教，会甲你教噶。嗯，你今仔日是咪创啥啦？哎呦，是过来熟哦，我等袂住啊！你搁讲我爸我不爱等你啊？好啦，我尽量应就是啊。嗯，敢咪是阿伯来？哎，等等等，你听，跳舞人的声，你真正来啊！上好莫来碰海，咱有更好事哦。啊，你会使来，我就袂使来哦。吼，讨厌啦，还看好多碰唔到人啦。我就是讲吼，伊的腰那会变遐粗，吼，我手拢油汤汤。腰瘦哦，啊，我伫青春放底，吼，你这垃圾手崩掉，我都无咧讲啊，你搁咧讲啥，我唔才食亏。哎呦，哎，够人来啊！我讲袂掉，哎，我今日是要甲你收到。将军，嘛是你啦，当然嘛是我。恁三个半暝无爱睏，走来遮要创啥？我，你问伊啦。
你先讲啊。阿斌，你讲。阮都。有诶，听过。阮甲迄个烟斗诶，喏，有约啦。伊甲你三个人嘛有约。是啊。将军，刚讲你嘛甲伊有约会啊？我是来散步的，敢袂用？将军啊，你散步混拢会甲遮高哦？啊，唔知的人哦，看到你，啊，就是看到僵尸嘞！哎，走啦，你做死哦！敢不敢？哎，等下。想到半路，杀出天价金来破坏我的好事，啊！而且一摆过来杀的，实在是吼，哎。周娜，这个我不要你抢大先啊！我哪有输你呐？走了。